有个臭宝的朱顶红啊，不长根。前段时间呢，也有一个臭宝的朱顶红，也是养的不长根不好，咱们养活了，已经给它寄回去了哈。这是又一个新的臭宝寄来的，咱们先打开看一下什么形式。东边不亮，西边亮啊！晒完了残阳，晒忧伤。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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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，给大家讲解一下朱顶红。他说不长根，然后一圈一圈的变小，其实就因为啥呢？这个根盘没有去修理。你怎么理解呢？就用我大舅子，哎呸呸，不说我大舅子连累人了，就是比方说，哎，二狗子吧，就是你让他下来以后，他没有把胎盘处理一下，还藕断丝连，你说他能长好吗？长不好，明白了吗？一个道理啊。你看这个白白的小牙齿哈，他未来以后他就会可能长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小球球。先削根盘啊，花友，你不削一削，不处理处理，这些个东西它到哪儿长去？你看它长也长不出来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它这个根基的这个根盘部位啊，是这个生长根系最旺的地方。你一旦被这些厚厚的东西挡住了，它就跑不快了，它就长不大了，就跟马一样、牛一样，那时间长了它得修蹄子是一个道理。下一步就很简单了，找点水，看到没？往里面呢稍微加一点杀菌药。这时候得用药了，跟花友们一直叨叨啊，你们得家里边得备点药啊，是吧？那一个呢，就是这种恶霉灵，这个是经过测验效果不错的一个，稍微来一点就行了。但是它价格高，其实你看它30%的药剂含量的话，它一小瓶30克，它能打2亩地，其实也就不贵了，明白吗？你要兑水的话，能兑多少？能兑30公斤水啊，就60斤水。那得打多少了，是吧？3亩地了，得差不多。另外呢，如果说大家确实嫌贵的话，你可以考虑这个叫大黄2号，这个1瓶250克，价格比那个只贵了一丢丢。这个就杀菌的东西了，这两种二选一也可以，两个都用也可以，就根据自己的一个经济条件跟那个使用方法来。这个大黄可以拌土，也可以兑水喷，这个就杀菌的了，因为它这个呢在不断的萎缩，它是缺一点点的营养，缺的不多，可以用生根液，但是生根液不要乱买，有很多这个劣质的生根液呢，它都是一些个激素，这个会玩的就不一样啊，它是以营养为主的一些糖类，多加一点没事，这个不说话，别太多了就行了。接下来干嘛呢？给它泡一泡，养花用会玩，省心又省钱，泡泡光泡根盘就行了。浇水的时候注意点，别往这个心里浇，有的花友老是往心里浇，浇多了就容易烂了。好了，先泡着，然后呢咱们找土，找土就更简单，找土之前先找盆啊，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花盆啊，你这个种球类的特别害怕就是烂根，所以说你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盆。土的话呢，就老花一的通用配方土，给朱顶红用老挖晒了，救活了无数颗朱顶红了，就是来一个活一个，成功率100%。其实这个东西你怎么理解呢？它就有点像我们山东的大蒜，我们山东人天生的种这玩意儿，它就带这种天赋，你知道吧？任何的肥料都不用啊，花友就这样摁下去，大约是埋一半左右的位置就 OK 了。浇水，把剩下的咱们这个泡朱顶红的这个药液都给它浇进去就 OK 了。这个就不用浇特别多的水，保持个微微潮就行了。这个浇透浇不透的无所谓，因为它这个种球里边啊，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花友一直在长叶子，它不长根，营养它断链了，一个月的时间臭宝就可以给你寄回去了，就生龙活虎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像花友们遇到朱顶红这种事啊，修修根盘一样种就行了，用个好土好盆，这成活率都100%。别的没啥，觉得不错记得点赞、想要寄养的臭宝呢就联系后台，我说了不要钱，但是养死不赔，快递费自己出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点赞啊！不点赞大舅子白了。嗨，嘿嘿嘿嘿。